夺金热门队伍海外队。你俩可以啊，海外队很厉害，女生也跑得很厉害，不跟他们碰。太强了，他们非常的强，一定不能低估他们。飞很厉害，我们就挺强的。有哪个队挑战海外队？你们都不敢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怂啊？要不山东队，我们就喜欢看这个强者之间的对决。海外队，我们打。山东队很厉害。简直就是一个大魔王。鼹鼠家已经跑到了个人最好成绩。鼹鼠，咱就不知道为啥他要快点。这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我觉得就是身上贴了这一个山东队的这个标签，就是要尽全力。浙江之光，徐梦洁，快跑，快跑！啊！加油！快跑！一个 T 字形的变向，但是不能阻止徐梦洁的追逐。大魔王徐梦洁不愧是大魔王，碰到了，漂亮！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金牌得主欧阳。不能丢人，我要不换，拿就拿。恭喜我们所有的银牌队辽宁。银牌得主潘晨，不是凡尔赛啊，我是真的排水快一点。恭喜我们所有的铜牌队。西提铜牌队伍是湖北队。今天没有拿到冠军并不代表失败。享受比赛，你一定会被比赛的精神所感染。运动员呢，就是需要这种敢于搏杀、敢于搏的这样的一种精神，这就是拼搏精神。